同学们，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开心跳舞喽！耶！呛人了，你有没有发现呢？跳舞呢，让我们的新陈代谢都变好了。有，我有这样感觉，而且呢，我非常喜欢这种流汗的感觉，因为跳舞呢，不知不觉你全身都运动到了，对不对？而且呢，重点是跳街舞呢不受场地的限制，因为很多运动呢都要看环境啊，然后就会绑手绑脚，不然我办法活动，对不对？跳街舞在家就能跳了，有没有？走路听到音乐也可以跳，没错，有没有？ Right， 哎，就是运动的持久性提高很多很多。好，那赶快就跟着一起动起来喽 ，Come on，everybody！小雨老师跟 Sabrina 老师呢，都要呼朋引伴啦。为什么？哎，又要一起跳，要一起跳舞了，也要跳舞了。这个气氛一定会很嗨，有没有？有。那今天老师要教我们什么样的舞蹈呢？今天教各位的 soft step 有四个 soft step， 四个 soft step。对，所以等一下可以就是。除了舞蹈动作，你们可以拿笔把这名字记起来。好，哦，来学一下这舞蹈的动作，有没有？对，好，那我们就各就各位一起动起来喽 ！Come on！ 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动作叫做 the freak，the freak，freak。对，那就是你的手在这边往下滑，往下滑，像划船一样，往下滑，往下滑。所以你必须要低一点，然后脚是微蹲这样。好。OK， 头抬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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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来，五、六、七、八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double， 四 ，and 五 ，and 六 ，and 七 ，and 八，再一次来，五、六、七、八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五 ，and 六。七八 ，OK， 好，最后一个 double 嘛，对不对？对，好，下一个动作我们叫做 free dog， free dog， 对，然后这个肩膀，我们先做肩膀，好，这样，一，一，二的时候出去，出去，对，就是你的肩膀往前，然后屁股另外屁股的另一边这样交叉，交叉，耶，再一次，再扭一下，对，然后扭一下，有一个。力道出来，这样，咻，啪，啪，耶，再六七八，咻，啪，好，六七八，咻，啪，六，身体会不会呈现一种就是，嘿，一个 pose 的感觉，一个 pose， 一个盾牌，耶耶耶耶，嘿，嘿，练功要太大力 ，OK OK OK， 六七八，呼呼。二换边，三四五六七八，再次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手，手就是这样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你可以选择你的手这样子。这样子，或者是高的，高的，高的，很随性的。对，手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圆，对，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要大家一起，所以我们做这样子，手肘，手肘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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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 我们试一试第一个动作，好，加第二个动作，好，慢来，五六七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五 ，and 六 ，and 七 ，and 八，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OK OK OK， 跟着音乐来一次都慢的好不好？没问题。Here we go， Here we go， 跟着音乐慢的来一次哦。Come on， 动起来。Yo， yeah， 准备，来，一二三四 five six， 手重喽。哎一，哎二，哎三，哎四，哎五，哎六，哎七。M 八 ，Fid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慢，二、三、四、五、六、七、八 ，A， 一、A， 二 ，Double A， 三 ，A， 四 ，A， 五 ，A， 六 ，A， 七。哎，把 Pretty Doll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快来一下吧！啊 ，Five, Six, Seven, Go！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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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对，所以要记得这个。OK OK， 准备好，来一二，快 ，Here go， five six seven go。耶！再一次 ，OK， 再一次 ，Come on， 准备，一次，二三四 go， five six seven go。Seven go， 一、二、三 ，Double， 四，换边，五、六、七，哎，八 ，Pretty Doll，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快来一遍 ，Five, six, seven go， 一个。呼，再一次，二三四 ，five six seven go， 一个，七，哇，一个，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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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二，慢的，慢的 ，five, six, seven, eight, 一 ，eight, 二 ，eight, 三 ，eight, 四 ，eight, 五 ，eight, 六 ，eight, 七 ，eight, 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快的。快来，四 ，five, six, seven, fiv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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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八拍，我们就已经哇，燃烧起来了。因为越是简单的动作，你越容易就是把你的所有力气丢出都放出来，对，把动作做大，然后跟着音乐摇摆，这样就对了。对，没错。好，我们学完两个八拍，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三个八。好，第三个八拍，我们叫动作叫做 breakdown。所以，一开始我们重心必须要压低，将近那种深蹲的感觉，必须要压低身体。撞两下这边，一、二，再是六、七、八，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七、八，一、二，然后换边，哎，三、
四换边，哎，五六换边，七八，有没有蹲到对不对？有没有酸痛的感觉？对 ，OK， 我的筋有拉到了 ，OK， 再一次运动到了，五六七八，哎，一二哎三四哎五六哎七。所以记得身体要放轻松，只有那个大腿跟屁股的肌肉出力，有点像有要坐下去的感觉。对，要把它坐，要把它坐下去，然后你再移动。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哎，这个做慢了有点累，对，做慢了会酸痛，今天要 hold 住，对不对？ Okay, 对，再一次来，五，好，六，七，八，一，二，三，四。八和七八 ，OK， 试一试音乐 ，OK， 跟着音乐动起来了 ，Come on， 第三个八拍 ，Yeah，Breakdown， 呀，呼，所以你先抓那个律动，撞撞撞撞撞撞，大家抓到律动了吗？有有，抓到了，试一试准备，嘿 ，Five Six 撞。再一次，再一次 ，Five， 先抓一次律动，准备，嗨 ，Five， 四，耶 ，The breakdown，OK，You guys，OK， 下一个动作，好，好 ，OK， 下一个动作，我们这个 breakdown 完，这下一个动作叫做 Fat Man， Fat Man， 就是很胖的，胖的，胖的，对。有没有这样很胖？嗯，动作就是这样子，没有没有。要给我吗？不，你不一定很瘦。好，这样子。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完之后，一蹲坐手，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是六七手，一，二，三，身体就是跟着手反方向啊，往这边，一。二三四，再一次六七八，一二三四，再一次六。这个方向其实身体也在绕圈，对不对？对，身体是绕圈的。你看手这样，好，出去是在这边的。哦，先反方向。一二三四，再六七八，一二三。四我们好像同方向哎，同方向会变成这样。对啊，我在磨豆浆。哎呀，这样豆浆好香醇啊，跟上司的感觉。要不同方向，不同方向，这样子。对，一，对对对对对对，三，四，这样子。哎，好像又变了，又变，你又变成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啊？对，你看这样。一开始对了。这样，这样，出去，身体要出去。画圆哦，出去，这样就不会乱掉。画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两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先对视拍子好不好？好啊，先对音乐。五六音乐，好，跟着音乐动起来了。蹦蹦蹦音乐 ，Batman， 二三四五六，慢的，先做手，身体，单手，单手，单手，加身体。再一次，准备来，一、二、三、四，加速，六、七、八。再一次，二、三、四、五、六，身体。再一次，身体。OK， OK， 两个合在一起哦，两个合在一起。好，准备好 ，breakdown， 好，完之后，Fat Man， 准备，
来，1 2 3 4 5 6 7 go 1 2 3 4 5 6 7 OK nice yeah OK 再一次准备好嘛动起来 4 5 6 7 8 和准备拔河1 2 3 4 5 6 7 break down 8 1 2 3 4 5 6 7 8下一个动作 back guy 5 6 7 8再一次1 2快的准备来5 6 7 8好1 2 3 4就第一才舒服6 7 8是不是？哇，我觉得全身都运动到我大流汗，是不是？大流汗，对，是不是？好简单的动作，简单的动作，然后但是还可以大大跳，没错，很爽快。对，你可以选择下面一点，对，高面，下面一点，就是其实很多变化可以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情啊，跟着音乐啊去做变化，去做创造哦，没错，没错。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重点总复习。各就各位有同学，我们现在进行重点总复习。好，第一个动作的重点，我们必须要就是身体要头一起，这样头一起，对，膝盖往下，好像有个球这边这样子，投过去，投过去，投过去，投两次，投两次，所以记得你的头要下，对，屁股也是，哦，啊哈，这样，OK， 再是6 7 81 2 3 4 5 6 7 8侧面来一次，来5 6 7 81 2 3 4 5 6 7 8 OK， 哇，老师这个做慢了，其实那个脚的肌群要很强壮。对，像这种要 hold 住，这种 short step 几乎哦，就是运动量都蛮大的。第一个，它动作简单，对，所以你可以使出你的全力，多力量去 hold 住。对，所以它重点在于你的力量，然后跟你的控制。对 ，fiddly dog， 下一个 fiddly dog。所以记得刚才老师讲这个动作这样，咔咔，所以要记得把那个力量出去。再讲一次，肩膀跟屁股，所以你记得它的轨道是上卡上卡，所以你可以上卡上卡哦上卡，哇哦，用身体的带起来那个，对，就会更好看，你就不会只是这样，哦，比较单调。OK OK， 这个学到诀窍了。哎呀 ，OK 耶、yeah, ，比较好，对不对？再一次，我们加手，好，手，我们这次做的是这样子。起来，起来，卡卡，起来，卡，起来，卡，画虎绵掌，卡，起来，来5 6 7 8 1 2 3 4 5 6
七八。OK， 下一个动作 break down， break down， break down。然后借你的拍子 ，and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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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一样要 drop 下去，跳起来 ，D D and D D， 记得这个拍子 ，and D D and D。你说你不要变成这样，不要变成，就是有这样子。OK， 双肩 ，and D D and D D， 放松撞撞，放松撞撞。OK， 所以你不一定手要这样，你手也可以这样子。哦，或者是只要是左右左右这样的律动里面都可以，都是叫做 breakdown 的。OK， OK， 好，好，下一个动作 ，the fat guy， the fat man， 手手。所以借你身体，除了身体要出来之外，屁股也要出去，就是反方向这样。嗯，好，可以反方向。哦，这样你看起来你的动作更大。一开始如果你是有这样子，你习惯这个之后就开始慢慢加大。哦，然后可以放慢速度。哇！slow motion， 对，像 slow motion 这样，所以可以玩玩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变化。然后我们试一试，好，慢的来一次，好，这个再慢的来一次，六七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我们可以移动，这也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我们从头来一次，好，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B 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Break down 一二三四五六七 ，The Five Man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的全身都运动到了，没错，而且每天都要运动，多动多健康哦，好不好？好，今天呢，也要谢谢我们的小李老师 and Sabrina 老师。各位同学，快到快乐来运动粉丝按赞哦，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快乐来运动健康动作。Come on， everybody， 继续动下去。先慢的，等快，慢的，慢的，三，好 ，five， six， seven， eight， 一， eight， 二， eight， 三， eight， 四， eight， 五， eight， 六， eight， 七， eight， 八， one， two， 三，四，五，六，七， break down， 一，二， eight， 三，四， eight， 五，六， eight， 七， the five man。一二三四五六 ，OK， 准备好了吗？快的，快的，快 ，Go go， 来一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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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six。